对于嘻哈我们本身的力量感又有限，就是团员们其实不太会。把歌词念一遍，一二三，把你的一切都带走，像是孩子乖乖说，像是孩子的街头。OK。你要是这种，比如说我要去大概的，要一些搞笑的，还是说要我，还是我，你要有一种皮相一下。我们很依赖乐谱的老吴啊，不要乱标啊，他写的是温吞。我说我喝的是什么？你们唱唱也会变年轻，就是不要唱唱唱想着你们一直六十岁，就是唱这首作品的时候一直是六十岁，而且是六十岁的嗓音条件贼好，每天在人民公园喊的那个老头，明白吗？